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个三个单词，叫做“不屌你”。这是三个单词，第一个单词是“不”，第二个单词是“屌”，第三个单词是“你”。不屌你，我们看一下，这是 machine translation， 这是机器翻译。不屌你 ，Who ignores you？ Who ignores you？ 谁忽略你了？谁呀 ？Who ignores you？ Ignores 忽略 you 你？谁忽略你了？不屌你这个单词就这么翻译的吗 ？Who ignores you？ Who 明明是一个人称指定词呢，然而不屌你显然是。这个人称应该放在最后的嘛，因此不论怎么样，我们先看其中最关键的单词，叫做屌。严格的说起来，不屌你是一个现代青年或者比较年轻的文艺青年的用语。我作为一个老年的话，有的时候也需要学习一些青年人的词汇，以便与时俱进。 OK， 不屌你，我们查看其中最关键的单词。在查看最关键单词之前，我们观察一下不屌你的更多 definition 定义。 definition 是定义的意思， define 是动词， define。 我们让不同的搜索引擎来 define 一下，定义一下不屌你这个单词。首先我们请 Google 啊，这是上一个，好了，首先我们请 Google 定义一下不屌你，请定义不屌你。 Google 说不屌你全是空白， Actually I'm blocked， 实际上我被挡住了，被挡住也可以不屌你。好，下面我们就要看最关键的单词，叫做屌。它的写法是上面有一个方框，然后有一撇，中间有一个方框，然后有一个没有框住的，然后有一根竖起来的棍子，叫做屌。那么它的提示里面说叫做 male genital organ， male genital organ。What's male genital organ？ Male 就是男性的意思， genital 生殖，与生殖相关的一个形容词， organ 身体器官，它是男性与生殖相关的身体器官。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用作名词，用作动词呢？ OK， 我们看一下 definition of。 Initially we reported Mr. McDonald's quote as well. Fuck itI don't care what you think. I'm try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起初 ，initially， 我们报道麦当劳先生 ，Mr. McDonald's， 把重音改变一下 ，Mr. McDonald's。麦当劳先生说的话 ，Well， 好吧 ，fuck it， 屌，我才不在乎你怎么看。我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我们在努力学习英语，我们才不在乎你怎么看。Fuck it，I don't care what you think. I'm trying to learn the right English. 我们在学习正确的英语。OK， 现在言归正传，最关键的一个词。很奇怪，为什么这些都是 male genital organ？ 这些都是 male genital organ， 而不屌你的完整翻译竟然是这样的图示。你明白什么叫不屌你了吗？明白了吧？你明白什么叫不屌你了吧？这好像是一张钞票。那么现在你明白什么叫不？sorry，
这很奇怪，不聊你竟然都是这样的东西。哦，对不起，是这样的人，而屌却是这样的东西。好了，好了，我们要查一下更那个标准的。我们去US Urban Dictionary 里面查一下，我们到美国字典里面去查一下，美国的 Urban Dictionary 城里人字典，查一下有文化的翻译 Cantonese verb， 你明白吗？这是 Cantonese verb， 这是一个广东的动词，广东话里面的动词 ，pronunciation is do similar to deal in English， 它的发音叫做 deal。 你看，我们说了那么长时间的中文，竟然把这个字给说错了，发音给发错了。美国人告诉我们，它的发音是deal， 它的发音叫做 deal， 这个 to 是第二声的意思，叫做 deal， 因此呢，最准确的发音叫做丢，不屌你的准确发音叫做不丢你。好，丢你老母 ，fuck your mother， 丢嗨 ，fuck count， 这个 count 非常非常的，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人在一起，最好不要用这个词。如果我们看一下来，甚至这个 count， 我相信在古老的字典里面都很难找出让您满意的翻译。他竟然不动，好，他找到了，他找到了 ，From the Collaborativ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Version 0.48 G Site。Okay, count the female pudendal, specifically the vagina. 如果 pudendal 你不明白什么意思的话 ，vagina 我想你应该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它的含义是，我们还是请毕竟来给我们做一下演示。Vagina 是美国的一个州名。好的，它跟女性没有关系，它是美国的一个州名。这个州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这样 ，Virginia， 虽然它给我们加了个 i， 而我们其实它一啊吼吼吼 ，sorry， 应该是这样的 ，Vagina，Vagina，OK。Bing 说他找不到图了，我们看一下吧。Gina 的，我们看一下 count 的第二个翻译是什么 ？A woman， 一个女性。Usually used derogatorily and considered obscene。Obscene 又是一个比较下方的词。Obscene， 请 Google 给我们定义一下 obscene。Google 说我是一片空白啊啊，对 ，Google 说我是一片空白，而 Bing 说我不想给你瓦基纳，那么我们请他翻译 obscene。我们多用了一个 s， obscene 就是这些东西，比较奇怪的一些东西。好了，现在我们请 Miriam，
Webster 翻译一下 obscene。C.S.C. 并且请 Marianne Webster 发音一下 obscene。obscene obscene， 它的标准发音不是 obscene， 而是 obscene obscene。 OK， disgusting to the senses， senses 是感觉，disgusting 恶心的，令人恶心的叫做 obscene。 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喜欢 obscene， 就好像他们喜欢 vagina。 阿胡并找到了 vagina， 天哪。好了，今天我们学的三个单词是不屌你和一些相关的知识。不屌你，它的我们请两大搜索引擎给出不屌你的定义。Define 不屌你， Please define 不屌你。我们对 Bing 说，我们对 Bing.com 说，我们对他非常有礼貌的说 Please define 不屌你。而 Bing 告诉我们 Machine translation results， 机器翻译的结果是 Please define who ignore you， who ignores you，他忽略了你。而哦吼吼吼吼，而 Google define 不了你。对了，我们必须把它转移到这里来。 Google 非常慢，我们对它用一个文明礼貌用语 Please define 不了你。 Google 给了我们一些日文的翻译，并且通常 Google 把我们转到丢你老母这样的地方去，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办法让 Google 给我们最好的翻译，就是直接请 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会给什么样的结果呢？ Google 说很慢呢，很慢。啊哦 ，Google 的翻译是相当有水准的。You do not cook， you do not cook， 不屌你。The English 是 you do not cook， you do not cook。 而 Bing 给出的翻译是 who ignores you。 Webster 的翻译是什么？然后我们来到 Urban Dictionary 里边，看一下 Urban Dictionary 说 There aren't any definitions for 不屌你 yet。 yet 是什么意思？至今为止。然而，而对于 Urban Dictionary 来说，可能提示我们需要查找的类似翻译是不可描述叉叉 OO 的行为 XXOO 的行为，表述起来是羞羞的事情。羞是 XIU 羞，哦，是叉叉。男女竟在高速隧道不可描述，不可描述。 OK， 今天我们看到的单词是不屌你。我们请 Bing 做了 Please define the word 不屌你。我们同样请 Google， 很有礼貌的请 Google 翻译了 You do not cook。 如果你不知道 cook 是什么意思的话，最后作为一个
extra bonus.